不是要疼我小孩，那死活关我屁事啊！我新娘会指导他，但是安安去那边，奶宁呢就会比较自私，连看都不看。你去过他姐？你没有、啊，那你找都没找过。这就是彼此父亲不一样，海哥你就忙着做生意就好了。来了解一下爸爸的工作场，因为来上班了，然后发现他旁边都是美女。旁边都美女，我是哪只眼看到的？今天没有，今天没有，今天比较少，今天看都是男生，我都快变 gay 了。我也准备做一个户外的搬家公司啊，有这么多猛的，对，你想要做一季来搬家多好，而且不一定要脱光上衣，而且去的地方不能有电梯，就是搬家具、钢琴啊这些。瓜哥要跨界实境秀节目，哎。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。金雅跟安安谁表现最好？他们俩一样好，一样好，对对。那爸爸有不一样好吗？爸爸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儿子一样。我新娘会指导他，但是安安去那边，奶宁呢就会比较自私，连看都不看。你没有？那你找都没找过。这就是彼此父亲不一样。海哥，你就忙着做生意就好了。新娘真的很认真，她每一份工作。虽然不是他爸爸主持的，但是很。海哥说，当年你们在百战百胜的交情，他相信不用他。没有什么交情。对。百战百胜是因为我在录影的时候，他是演八点档琼瑶的男演员。他拍着拍着有一天来找我来，我不想再演，因为那个有他跟郭忠佑一样嘛，不能有吻戏，不能有床戏。不是他不愿意，是他很喜欢老婆会吃醋。我先讲清楚哦，是他跟我讲的。我本来想说，我避免麻烦了，我不要让家里有点问题，所以我决定来你们主持节目比较少问题。其实不是少问题，问题还是很多，所以他才这样子待在我身边做百战百胜。他的运动细胞就像现在大家一样啊，像郭忠佑这样，他是体育学院的，而且他游泳健将，所以每次在游泳池里面，大家都看他呢像。海底蛟龙一样，非常活泼。那你有没有关心一下孔哥的状况？就觉得他很可惜吗？离开大集合这样。我以前跟他讲很可惜啊。但是问题，他的决定他要去，我们没办法阻止。因为大哥要去大陆，要录四集哦，你集中在一个礼拜录完，那大家都很痛苦啊。制作单位也痛苦，节目品质也差。你就好好待着。如果真有心要去大陆，你就在大陆长期待着。像刘畊宏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或者是以前的李立群、方方，对。他们就住在那边，是各有选择。